Hey, bro. I'd like to check in. May I have your name, bro? It's James. It's J-A-M-E-S. I got a reservation. You see the toilet? That's your room. Fuck you! 哎，我们今天住的人多吗？ 哎，你还没排房间呢，混呢。哦，早就排好了，好不好？我在回复订房资讯了。哎，这边有人给我们一星评价，哎，他说什么房间里没有电视，也没有冰箱，CP值超低。 Holy crap， 青年旅社，这不是住饭店，因为公共空间不是有冰箱吗？他自己不想下来吧？哎，还有这个，室友睡觉会打呼，而且喜欢裸体在房间走来走去，这个也太瞎了吧？室友给我们复评干嘛？ 而且他有问题，那当天说嘛，早说为什么不早说？为什么不早说？对啊，哎，还有这个，柜台人员的发型很奇怪，而且说话喜欢假装是 ABC， 这个你在说你 ？Damn， 我真的是 ABC， 我是真的 ABC， 我是真的。哎，蓝白托的家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 booking 个晚上 ，Sure， 大明，你不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很常来这里，哎，你们怎么搞的？ 来，叶先生，这是您的308号房，是上下通铺的四人房，记得要在明天早上11点前退房哦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可以帮我换成单人房吗？我比较在意我那个睡眠品质。但先生，你订的是宿舍房，哎，两个房型价钱不大一样。是啦，可是我是你们的常客，哎，我去饭店都会 next level 档次的哦。可是叶先生这边显示您在我们饭店只有住过 一次，而且今天已经客满喽。Excuse me， 可以先跟你说房费1500吗？那个应该有那个国旅补助嘛。你的名额已经用完了。哦，是这样子啊。没有，我只问一下而已，我哪会在意这种小钱啊，对不对？哎，那早餐部分应该有付吧，对不对？给个面子，我认识很多名人，徐某群、周杰伦、汤姆·克鲁斯，我介绍。 是会来住的哦。我们青旅是没有提供早餐啦，但门口那间早餐店我是有几张早餐券可以给你的。谢谢。蓝白托的家 ，Konnichiwa。你好，我今天有订住宿，苏托托，托儿所的托。哦，是台湾人哦，想这么可爱，以为是日本人。哎，那个爸爸好帅哦。哦，那是我的，我来。 苏小姐，不好意思，这边没有你的订房记录，确定是定今天吗？对啊，我不可能搞错时间的。还是说你有订房凭证或是订单的编号吧？有，这边。等一下哦。这个。啊，苏小姐，这边显示您订到的是我们九份的分馆，今天也没有客运可以过去嘞。啊，天哪，怎么做那么蠢的事情啊？还是你可以帮我换这里的房间吗？今天是临时有客人取消订房啦，我帮你查一下哦。谢谢。啊，他们订的是双人房。双人房哦，这样子要再加很多钱。OK OK， 那我今天就让你先补差价，下次记得帮我看清楚哦。天哪，你的人太好了吧？谢谢，我拿证件给你。好，那我先帮你 check in 哦。 哎，你搞好久，要不要上去吹冷气啊？不是，你有没有看到我的钱包？我钱包不见了。你的钱包？刚吃饭的时候不就给我了吗？在我这啊。你知道我找很久啊，你就知道旁边玩，什么事情都有在 handle，真是猪队。蓝白托的家欢迎光临。你们难不成是在取笑我是不是？先生，我们柜台就是要保持微笑。 最好是，我要去 Google 评论留言，说你们不尊重客人，我要客诉，叫你们经理出来。我们经理刚好今天去开大的会议了，有什么问题直接跟我们两个说就可以了。为什么要在规划好去台北的行程？为什么要在规划好去台北行程之前跟我分手？哎，朱先生，我们也很同情你啊，但你不能天天来柜台这边跟我哭吧。 对啊，我今天临时可以直接回家，那双人房的话，我们可以让给其他的情侣。哎，我没说错，
去处理他。跟你讲，他分手还愿意来这边住，就当做我们是 family 了，好不好？我这边交给你，这边交给你，快点，快点。这个真的来台北了吗？不然就出去走走，交朋友啊，不要这么难过嘛。不了，其他人我都没兴趣，现在孤单是我唯一的朋友。哎呀，和好了，那现在去哪里玩？想说去附近走走，不然你有什么推荐的吗？啊，你们可以去宁夏夜市走走，可以吃蚵仔煎，可以吃芋头酥。哎，我觉得蛮好的，可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去，你不能带我们去吗？I can't go， 我下班就很晚了，不然我找找看那个。我有空，宁夏夜市我很熟，我可以带你们去 ，OK 的，完全没有问题。也可以啊，不然我们走吧。走走。每个住客住得好开心哦 ，It's fabulous。